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ポリ守护八川的第二个男人。哇，好漂亮！真的耶，那个胸针真好看，这个戒指也很可爱呢。哦，小玉，快看那个吊坠，幸被完全劈成两半，变成锯齿状的了。真的呢，好像是坏掉了。啊，小丸子，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哦，姐姐，你快来看看那个吊坠。你说吊坠？那个。那个锯齿一样的，很奇怪吧？啊，你说那个呀，那个就是这么设计的呀。哎，像情侣啊或关系很好的两个人，可以买这个吊坠来配成一对儿。两个人把各自的半颗心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颗完整的心。哎，是这样啊，感觉这个吊坠好浪漫呢。如果有一天我能和秀秀把那种吊坠合成一颗心就好了。不要玩得太晚啊，早点回家去，再见。这吊坠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一起戴的，这么一说突然有一种很时髦很美好的感觉了呢，感觉像大人一样。对了，小玉，我们也戴那个吊坠配对吧，多好玩啊。哎，你说我们两个不错吧，不错吧，感觉很时髦啊。从今天开始必须要存零用钱了。是啊。我好期待呀。哎，川田叔叔，好像不是啊。哎呀，这不是野口同学的哥哥吗？他在干嘛？我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快给我走开。听到了没有？快走开，赶快走开。我们知道了。走吧，小丸子。真是的，做梦都想不到做河道清洁的是野口同学的哥哥。怎么会这样呢？啊，难道是因为之前……啦啦啦啦啦！哎，这不是野口同学的哥哥吗？对。啊！好过分！喂，你在干什么呀？不可以这样的，哼！喂，怎么可以这样？川田叔叔，听着，河道不是让你扔垃圾的地方，过来把它捡起来。就是啊，亏你还是个大人呢，真丢脸呢，不？你最好还是快点去把空罐子捡起来。哎，真啰嗦，我去就是了。啊，对的，我记得那件事。那个事之后，川田叔叔的说教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呢。好像是的。然后他开始反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啊，所以他自己也在做河道清洁。啊，没想到他这个人还是有可爱的一面呀。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不用那样赶我们吧。他肯定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以前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哦，但是这么说来，川田叔叔又在哪里呢？最近在八川都见不到川田叔叔了。你们好。啊，是川田叔叔的夫人。你好。那个川田叔叔怎么了？最近都见不到他。是啊，最近我也没有在八川见到他。那是因为他的腰不小心扭伤了。哎，在家里搬鱼缸的时候扭到腰了。我刚去药店给他买了伤筋膏药，
原来是扭伤了腰啊！都因为他，害得我现在不得不去照料家里的鱼，真是给我找麻烦呢。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头疼的了。所以川田叔叔才没去八川呢。野口同学的哥哥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真是个好人。就是啊。那么他就是守护八川的第二个男人，好厉害！现在连我都对他刮目相看了呢。我也是。哎！喂，你在干什么呀？别往河里乱扔东西！哼！快过来，把它给我捡起来！河道不是你乱扔东西的地方！喂，等等，等等！可恶啊！求你了，让我见见富士男吧，他在家对吧？富士男，富士男，他不在呀。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能说。富士男这段时间不来见我，也不给我打电话，现在我来找他，他又不在，到底怎么了？他到哪儿去了？告诉我吧，其实你知道的，对不对？求你了。他让我不要跟你说。这算什么解释吗？啊？难道他已经讨厌我，不要我了？啊！那倒也不是吧。那你告诉我也没关系的吧？啊，野口同学，怎么了？富士男在哪里？在哪里呀？在河边。嗯。樱同学，水波同学，我们刚刚看到了野口同学的哥哥富士男在八川，是这样吧，小鱼？啊，真的吗？你们快带我去河边找他呀！你们慢吞吞的在干什么呢？快走！知道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哦，还在。富士男，富士男，是会。小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告诉世会的吗？这可不是我告诉他的。富士男，富士男，富士男。清理河道，这可是一件好事啊，有什么好隐瞒的，对吧，小鱼？我想他只是有点害羞吧。富士男在做河道清洁，好棒哦。还好了。不，不许笑。就是啊，野口同学，你这样笑很不好哦。是因为，不，哎呀，富士男，你没带那个吗？哎呀，我们当初不是发过誓，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取下来的吗？怎么了？怎么回事，富士男？你没有带那个，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吗？不是的，世会。刚才他们一直说那个的，是什么呀？不知道，我可是一直带着的。这是象征着我们俩爱的吊坠，你为什么不带着它呢？那是因为富士男，你好过分，你已经不爱我了，对吧？你肯定不爱我了。不是的，是我把吊坠给弄丢了。弄丢了？那天我们一起去商店卖的吊坠，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啦啦啦，看我，看我，大家都在看我这个美男子，怎么样，羡慕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了，我的吊坠啊！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就说嘛，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做河道清洁的工作呢？之后我一直在找那个吊坠，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他都这么找了，要是还找不到的话，说不定早就被河水冲走了。有可能啊。嗯。吵死了！世会，我一定会找到的，不管怎样我都会找到的。停下来，不用找了，富士男已经可以了。不可以，那吊坠是我们两个人爱的证明，我一定要找到它才行。看好了，富士男。世会，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没关系的，富士男的吊坠已经沉睡在八川里了，我也这么做来对你的爱发誓，即使我们的吊坠没有了，我们两个的爱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世会，富士男，世会，富士男。川田叔叔。
你不是扭伤了腰吗？谢谢关心，我已经好多了。喂，不是说了不可以在河道里扔垃圾吗？但是，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找到了，找到了，是你的吧？哎，谢谢你，对不起了。啊，果然还是八川的水好啊！一回到这里，我就安心了。哈哈哈哈哈哈。 哦，又找到一个，哎呀，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哎，那个是我的，找到了，找到了，我的吊坠找到了。我的实惠呀！我的不是难。我说小玉，我们还是不要买那个吊坠了吧。是啊，不要买了，万一变成他们那样的人就糟了。不过川田叔叔还真是厉害啊，三下两下就把吊坠给找到了。真不愧是川田叔叔。 清洁河道的资历不同嘛，川田叔叔可是高手。川田守守护河道整整二十年，看来能守护八川的也只有这个人了。小丸子想回到那个时候。小丸子，你不要紧绷。 三十，三十，三十分也有点太低了吧？你看，连我都得了40分。喂，打起精神来，小丸子，下次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对吧？不想回家呀。小丸子，要是让妈妈看到这个分数的话，她肯定会。丸子，怎么回事啊？这个分数！ 好恐怖啊！小玉，救救我吧！小丸子，你把你妈妈当成什么了？没关系的，你就说下次会努力，阿姨她一定会理解的。我每次都这么说，妈妈一定不会再相信我了。啊，早知道会变成这样，我当初好好学习就好了。是，说的也是。哎呀，这不是小丸子吗？哦。 你就是殷家的小丸子吧？嗯，我是小丸子。果然是小丸子啊！啊，都长这么大了。哎，阿姨您是？你不记得了吗？我是以前住在这附近的大川阿姨呀。大川阿姨，好怀念呐！看，义子是小丸子哦。义子，是过去一直跟你玩的义子呀。小丸子，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吗？嗯嘿。 啊！我记得的，我记得的，是有个酒窝的可爱的玉子。啊，好久不见了呢。小丸子，你好吗？嗯，很好，很好，一年到头都很好。看，就像这样。明明刚才还那么失魂落魄的。今天正好到这里来办点事儿，遇到小丸子，真是高兴啊。那么，代我向你妈妈问好。拜拜，小丸子。拜拜，玉子。 啊，真是好怀念呢！他们很早就从这里搬走了呢，是吗？回到家后，我一定要跟妈妈说遇到了玉子的事啊！再见啦，小玉。啊啊，拜拜！小丸子又有精神了，真是太好了。哦，有了有了，玉子。哦，这勾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呀。这是在他们搬家之前拍的照片吧？ 我还是看到酒窝才想起他是玉子的。那时候小丸子还小，还不明白我们说玉子不会再回来了是什么意思呢。嗯，拜拜，拜拜，小丸子，玉子，我们明天再玩吧。拜拜，拜拜，小丸子，我会在公园等你的，明天见。小丸子，你果然在这里呀。 妈妈，我在这里等玉子呢。可是玉子他已经不能来了。为什么呢？他搬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再也来不了了。我们回家吧。来不了了，但是他明天就能来了，对吧？嗯，明天后天都不能来了。哎，啊！你快看呐，好漂亮的夕阳啊！哇！
我们看的是同一片天空啊，玉子一定也在看。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了。那时候的夕阳真的好美好美呢。那时候的我也还是个天真无邪可爱的小孩子。你现在也是个小孩子。哦，这么说起来，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去那个公园了呢。小丸子，你昨天不要紧吧？哎，什么？就是那个阿姨没有生气吧？妈妈生气？哎，看你现在这样，肯定是没事了，对吧？哎，啊，恐惧！我还没给他看，忘得一干二净了。哎，算了算了，要不我们今天到公园去玩吧？去公园？嗯，好啊。但是要去的不是我们一直去的那个公园，哎，是小时候经常和玉子一起去玩的公园。啊，是和昨天那个玉子。我好久都没有去了，真想去呀。我知道了，好的。不知道那个大象形状的滑滑梯还在不在？那个攀登架很高，当时我们都很害怕，不敢爬上去呢。哎，啊，我好期待呀！小玉，我好想去公园。啊，好亲切呀！哎，大象滑滑梯。哦，一样啊，都没有改变。那个很高的攀登架也还在，真是太好了。啊，当时明明觉得高不可攀，看着就很害怕，现在爬也不感到害怕了。原来这个公园这么小啊。哎，这个公园在我印象里比这个要大，现在有种被缩小了的感觉。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大了，就会觉得公园变小了，是吗？有道理啊。怎么了，小丸子？我想起有一次我跟玉子一起玩沙子，那个时候，请吃，请吃吧，小丸子。那我开始吃了。啊！你不会真的吃了吧？那个时候肚子饿了，就不知不觉地咬了一口。那你不要紧吧？后来漱口漱了好长时间，刚开始很难受的，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我告诉你啊，小玉，沙子一点都不好吃，还是不要吃比较好。我知道了。你不说他也不会吃的。啊，那个时候真好啊！哎。早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用学习，没有考试，妈妈对我也很温柔，从来都不会对我发脾气。是呀，的确是这样。如果能回到过去，那该多好啊！小玉，你呢？会不会这么想？我倒没有那样想。哎，为什么？肯定是那个时候比较好。因为我更喜欢现在啊。哎，真的吗？是啊，小玉学习又好，又不会被妈妈唠唠叨叨的骂，当然喜欢现在喽。并不是这样的，我能和小丸子聊天玩耍，感到很开心啊。哎，怎么了？接下来我们去荡秋千吧。怎么了，小玉？哎，啊，对不起，我走神了。是吗？啊，对了对了，说起荡秋千，那个时候啊，对不起，小丸子。哎，我想我还是先回去了，觉得有点累，对不起。你行吗？我送你回家吧。不要紧，不要紧的，再见了，拜拜。哎，小玉，他这是怎么了？真没想到小丸子他那么想回到小的时候啊。难道他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难道跟玉子玩更开心吗？所以小丸子才会那么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吧。哎呀，忘记带手帕了。小玉，手帕借给我。真是的，都习惯了。荡秋千，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推，秋千是荡不起来的。好嘞，再来。嘿。
们荡秋千吧，我们一起荡吧。嗯，原来我们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开心的。小玉，来了。小丸子，你怎么来了？小玉，你身体怎么样了？好像没什么问题了。太好了，你特地跑来就为了这个吗？嗯，是因为我突然很想见见小玉。哎，小玉，你说过你更喜欢现在，对吧？我是来告诉你，我也更喜欢现在。小丸子，每天和小玉一起聊天，一起玩才是最开心的，难道不是吗？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让你送我回家。没什么的，我就送你到那个拐角吧。真是的，如果妈妈不会发脾气的话，现在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怎么了？那张考卷我还没给妈妈看。突然之间觉得脚步变得好沉重啊。总之你要和他说下次会努力的。知道了。小丸子做好了被妈妈臭骂的准备，在小玉的鼓励下无精打采地回家了。哎，没有烤豆腐。没关系，只要有肉就是完美的日式火锅了。哦，但是爷爷很想吃软软的东西，这种时候要是我会魔法的话，就可以骑着扫帚飞去买回来了。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想成为魔法师和通往日式火锅的漫漫长路，敬请期待呀。